林董跟我难听啊。林董是全世界最八卦的人。嗯。全世界最八卦的。只要呢，他知道了这，叮叮，他就会扩散成很大的毛，然后呢，全世界都会知道。管房供哦，下一个就坐在那边，告诉很多人，告诉所有人。对，你告诉很多人是告诉所有人。刚才那天啊，我来直播嘛，啊，然后那个圆圆的讲，啊，叫他，我也很想知道八卦。然后我讲啊，你去问那个巴拉，那个林董就会跟巴拉讲，然后林董底下讲，我已经讲，我已经跟巴拉讲。跟我讲八卦，找死啊！